花莲县吉安储蓄互助会适逢创设五十周年，在吉安乡希望公园举办了五十有你吉安有意识原创市集原游会活动，庆祝2022年国际储蓄互助社节。吉安储蓄互助社表示，吉安社创至今五十周年，从1961年9月30日核准正式成立南华储蓄互助社，到1992年1月30日更社名为花莲县吉安储蓄互助社，能服务更多在地的乡亲。现在社员储蓄股金已经突破1亿元，社员人数达到3373人。前来参加活动的崇和互助社理事主席，也是参选第8选区3D原住民候选人陈明磊表示，相当的开心，各个互助社年年成长，同时也增进部落的经济产值。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参加我们吉安互助社五十有你，而且是一个有一个市集吉安有意识的一个活动，其实我也是崇和社的理事长，这么多年那么多的社都有40年五十周年的一个各个类型的活动来推广我们储蓄互助社的一个自助互助怎么样的理财的一个社团，所以我希望呢，在这里我以后未来也希望能够继续的推广我们在部落也好，在社区也好，储蓄互助社的一个在社区心脉，这个我们讲穷人的银行的一个功能。现场有不同类型的摊位，除了有趣的社员闯关、社员教育以及活动动感的原住民舞蹈表演。互助社希望透过这次活动，能够增进社员之间的情感交流之外，将储蓄互助社的宗旨，非为盈利，非为救济人事服务传达出去，并以互助社的自助互助的永续、财务健康永续作为未来成长的目标。记者蒋英、简相报道。